叮咚叮咚。ミスターメイズマン。其实没有声音好像也还好。好，这样应该是有声音的。看一下改版。首先是先看看21年有什么好的东西吧。啊，索沙一开始就直接给紫卡，那就没有得练了。除非他受伤之后还会在二军休很久。一开始又给紫卡，而且他应该是套用规则直接加7，这个吉他，你看，卡球路好烂啊！每个人都紫卡、欸，怎么又有戏？那这样很贵呢，这样这支队伍要组起来很贵呢。而且左外野这两个洞他都给树，手背 A， 所以除非树职称很高，不然是没办法拿来用。啊，李宗贤树职这么好，但也是暂时不能用了，所以21富邦应该是不可能能玩的。还不错，省一笔。林伯佑他有特殊姿势，而且又是阴天，其实是可以拿来用的，啊。啊，可惜的一点是左侧头那一只他还没做卡，因为三月名单还没有他，所以暂时21年绿卡没有东西可以用。再来，统一，哇，苏志杰也是一开始就直接给平局，那也是没得练。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期待的是，那个也还没有，有一个博打，这是林敬凯啊，林敬凯可以留几张买几张，他应该会有翻值，但是他又是手背低，可以买啦，才蓝卡而已。啊，陈崇宪也是，哼哼，这只有料哎。这只玩统一，或者是说，我觉得这只可以买。古林瑞阳也可以买。好，今天直接投资。
朱璇受伤，可是还是有给到红卡。哇，这张也太灌水了吧！这什么守备数值啊？垃圾灌水卡。然后有特殊姿势的，现在变成是统一的。哟，太子折给紫叉型，那就暂时也没办法用啦、啊。不然兄弟蛮缺血的。廖宇中怎么这一次球速比那么低啊？没有看到什么速度低的球。好，那再来看20年的卡。给好多紫卡哦。哇，正式的乌冬龙也不差哦。而且他卡架没有重置，他就照绿卡的卡架卖。姜昆素质也不错呢。他选择这张不太能用，素质太差了。但卡色看起来是跟绿卡实习差不多了，还蛮 OK 的吧。卡色跟数值好像没有差太多。哇，你正常还是可以。火杀还是给子，而且 OVR 还是很高，但初阴天也比较看看。20比较好，球路素质好一些，些球速也好很多。那21的是目前比较差，但还是已经是铁子，还是86，那也没办法练。哈哈哈，这什么超级低？哇，这张速低数值还是很好呢。
中贤这个数值跟蒋中贤不知道谁比较好。十等是这样。其他守卫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手。这真的跟绿卡数值出很像，所以投资绿卡已经算是不亏的一件事了。啊，江国豪最后给黄蓝卡而已。好，没有什么，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，一样没有伏笔啊，倒是一堆守备啊。升级类型最后有没有什么变？这张季节的数值真的是比19年的像样多了，而且又是雪天。那我身上的神韵我不知道能不能买，一直打半季的时候我看。哇靠，这数值还是很恶心欸。哇，这数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到时候97年的大地是98年的大地是，他没有出个95就不过去了。这数值也太恶心了吧，垃圾灌水卡。4A、还要给手背 AI 不错，这个可以当林志胜的地方。这个彩虹卡而已，太恶心了吧。但我觉得大地是到时候应该会也是被冲击的。没什么特别的。诶，那个呢？地雷手，也不是，那个叫杨瑞成被改黄卡，我还是底黄嘛。我看一下铸造行的数值。铸造行十等的，所以。郑兆航还是很好很多，这个守备差劣。我觉得小户就用李宗贤就好了，大户再来用郑兆航。
虽然守备速度是快的，但是很多要扑的球还是需要守备范围，还有潜力的因素。对，应该还是郑兆航是首选。对，这支，除非他是要搞两支的，搞这两支，群英帝，除非是要做群英帝。哦，加六。这张就是要抢的，三个词，这两张，哼哼，来几张抢几张啊？再来。七个月应该不下，能一个初志杰系列，我想 check 一下哪个最好。哦，这个基础数值差好多，差四点，这四点就关乎不是统一的队伍能不能用来用。然后这张数值是超级顶的。我是统一玩家，我就用这一支就好了，因为应该可以到达120吧，105加9 14啊，不行，就是没办法到120。可是他可以吃完组合再加成，跟天气达人之后的天气120吧，这么大，105 96。1.592差不多。我这只是109 98。我如果要佣兵的话，109加5，没有组合堆加成，然后再加卢卡潜力加6才120。哦，对，我要跑速球衣。105加9再加1，再加天地打二十。我其实有考虑要不要用这支的，啊，或者是21年的，可是21年的他一开始就可以离职。小童应该还是18或19，18就是原来是18底子就继续用的。啊，他直接就给底子，这没办法投资呢。啊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因为底子练到89等不是一件难事，然后再等他固守之后，而且他给手背 A 其实没有太差，就基础数值要好。对啊，手背 A 就是速度会慢，可是我不介意，我是比较看速度总和。速度120的优点就是在于它能够跳接全力打球，它如果是110的话，就是外野很多深远的飞球它一定要用跳的，啊，可是手背范围大的话就可以去接一些很奇怪的界外球，有些界外球或者是说尤其后方不是很好扑的球，对天之后120手速，然后再加120的手背范围，那就可以吸到。好啦，这张索发该掉价了吧？但它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索发，所以应该长度价格还是会有2000万。蛮稀陈苏志杰这个我也是嘴嘴而已，应该还暂时不会换的。胡金龙打太好了。我这种姿势打太好了，所以不会直接换。倒是这两张潜力股可以挖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卡。现在应该随便开都是紫卡了。嗯。
这么衰啊！我忘了看魏权了，忘记看魏权了。魏权应该很多速度型吧？哇，这球种也太进化了吧！他二零了，二零还是一张鸟卡。球速也给到87，算很高。体力直接给76，很符合。这76是表示什么？因为我的理解是，先发投手只要体力88，他只能扣30个球，10球左右的体力，因为一球3点，他说投10球就已经开始没力，58左右就要小心要换了。那58，76减58回来。18，然后再除以一颗球3点体力，他大概投6球可能就没力了。这支真的很可能投6球都没力了，我觉得要练的要审视一下。我不晓得他 SP 的算法是不是跟那个，跟不管体力多少，就是你只要投30球之后就没力，还是说你只要体力到达60以内就会开始没力？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算。然后这支比武。球速给69其实不差呢，其实不差的，但他直接给 OBR 85那就很能练。还好有做护补，不然就要吐血。第二轮给球速给82，李凯威速 A。孙桃荣是手背低，也合理。曾传孙手背 A， 他基础素质很好，所以练起来是可以用。加十，因为魏权应该是玩28/20，数字28/24吧，110可以的。这只捕手传球真强。黄卡好哟，这个可以买起来哦。他球路也好差哦。看起来是都没有触底的。21年绿卡就是好像没有触底的。波天性的。这只他上不了垒，不然也是到了王的等级。王维忠有确定会后援吗？其实我觉得让他去后援才好。魏权现在赢法就是能赢的场，打者有打出来，再投手压一压，不要像富邦一样，明明就没办法赢的场，打者打不出来，要让羊头投很久。或者只是羊头投很久就算了，要硬要撑8-9，乱七八糟。打者在垒，然后那边烧牛筒。牛凯业应该是因为没守备记录，好像没什么特别可以玩的。王维忠吧，大概就王维忠，而且他变后援其实对其他队而言才有意义。好事啊，兄弟。好像没什么变。兄弟也很可惜，这张也给。米兰达应该是可以继续用啦，因为就是拿来国一样取得多功的，晴天对到无敌。跟出版出的绿卡数值差不多啊，这张也很好。数值没变，数值超好的，完全没变。这只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到达111了，手背速度。
这些我没兴趣。倒是王维忠确实可以用，他一定是优先出十出姿势的卡。我的张建明卡1300，卡七等，因为那个卡价太贵，而且又一堆阿米哥啊、兄弟啊、统一啊都来用兵。郑兆航感觉要先抢，哎呀，买不到了，就要先抢。可是我九等其实也很堪用，再点上去会破产。感觉资源要平均分配一下，先点一个张建明的，张建明没有八九等很难用，现在还只能当替补。郑兆航的涨幅，我觉得应该顶多2000万吧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已经有李宗贤，就觉得不用换。然后再来是现在，之前李宗贤也差不多均价2000呐、啊，低的时候也1400、1500，很久一阵子，开服前两个月都在1400、1500，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数值不太重要。像我那时候也是练蓝卡，那到贵的时候是真的是一堆统一跑来用。哦、我觉得合理价格是2000万，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新卡掉到2000万，我就开始点了。啊，再贵应该也是2000万，因为别队现在都有游击手可以补，不需要再佣兵证照了。那、啊、就只让牛队玩家换卡而已。可是如果李宗贤本来就已经去练满，或者说他现在有八九等的，我觉得就顺势点到十等也 OK 了。八九等其实都可以卖。感觉九等啊，九等是比较硬的，比较尴尬的位置。八等卖掉红卡，八等还好。啊，感觉就是要赚钱，就是投资林敬凯跟陈崇宪，他还是蓝卡，所以是崇。那如果想要玩玩具的话，就是买王维忠，而且他们卡价有点太低了，不很难开到。三亿飞我也差不多可以拿来用，千七，我打被坑了，哎呦，哼哼。现在开的卡好像也都是拿来当投资的、啊，其实不用急着开，因为也不缺钱。红卡有一些卫权的卫权或者是拉米狗的投手应该是可以先买，他们投手我不期待还会再打回来。没有。啊，这个就不要再开了，这个牛哥哥出0203。好，开到王维忠的水啦。新人序感觉红卡卡价上来之后可以赶快买。因为他也没出场机会。
刚刚买一张，但你问我是，好像也没几台。晴雯，他之前抽照牌是不能卖。我缺卡就这样。领了一次就好。好，没了。我觉得我9等就够用了，先这样吧。10等会点到后场。啊，这个先点个3等吧，还是不要点，考虑一下。我感觉战玉飞是可以给分身的。有人在抓，五等，但我宝石都到好掉，算了，进攻。可以可以，应该是不。哇！没了，应该5等之后就会给萝莉抢。这个装干嘛？
哦，这样，那也太少了吧。弄不掉。哎，二零红铜线，原习惯叫成虫。那时候如果喂掉是刚好。没过啊，没过。哎，真是的。我本来还在期许说，索沙如果出个紫卡，哎，不是紫卡，索沙出个黄或者是红哦，红都有点贪心了。如果索沙出的没有那么强，就可以给分身裂。假如真的出黄，那就分身练练个十等再转回来，可惜呀，他直接就灌水灌一张紫卡出来。然后布里汉球速这么慢，正常这次出阴天，这应该会蛮有价的，因为兄弟比较缺阴天投手。林伯佑这张或许可以练，毕竟他有姿势，但球速好慢，给分身弄，呵呵，这种东西就给分身处理了。陈宇勋给黄卡还不错，这蛮值得投资的。王伟，今年要复活吗？跟晴天，晴天好像不太一样。你没有到冰心文件，没有那么好看。再看一下正式卡，嗯，球速好慢哦，没办法用。还是一样是给血片，天气看起来都一样。那这一张基础数只算蛮 OK 的红卡，速度还不错。74-75，打还有到74还 OK， 可是速度是很不 OK 啦，但也没人啦。我有点想用这只高波，但是拿来打波头，因为我以前林玉泉先发，再换许天的杨冠威，最后再换雨天的陶国林。如果要用阳光位的话，这次也不贵，速度蛮快，速度也蛮快。
好，看来没什么再更特别的。模拟联赛我在逛呢，1588，这个尽量逛，因为成就里面给了蛮多好东西的。现在已经截到这个地址，底下那个超级多的，从几十宝到几百宝到700宝，真的蛮多好东西。苹果也该解了。好，那剩下就不开台做无聊的事。21年的卡看起来是统一的比较有值得投资啊。对，一张红具。啊，20的卡变动没有太大，顶多是苏智杰可以让我有兴趣可以练。假如真的有要练的话，我觉得苏智杰是可以练的。他的数值 OK 啦，没有加值，102加五，再加6，113，要对天才有120，113的手背速度，那表示说应该还是比我胡金龙好很多。呵呵，胡金龙手速100，欸，怎么肉100？好像就1-1，对吧？112还是比我好很多。哎，112这个黄金数值表示说，他贝克，哎呦，他贝克只剩108，所以他最好还是113呢，最好有办法撑到113。没有吃。没有吃外野球衣的话会有点危险，然后这季都灌到，可是灌到满到十等，不等之后的黑卡算了。硬去用这支几率不太高，但它的攻击能力是一样很好的东西。来看看它会不会大叠价吧，期待它大叠价，叠到只剩500万，那我就觉得可以。他 OP 还不高，可以给分身处理。好，剩下时间大家注意，我是你结算，大家午安，拜拜。